喊你听不到，喊我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游戏开始了吗？我喊你声婷儿，你说答应我噻！你的意思是老子还要喊你声妈呀？你想喊啥子就喊啥子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都是小问题，不是像张万雅这样的。不可能，原都是合作朋友，欢迎，有谁在遵守哈，众朋友，谢谢。耶，对呀你，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。我的个啥子屁啊！你这你不屁啊！这么的还有七天，这么的啦？那你以为呀？我觉得就这么点，你没点数啊？大哥，你给我们，你是王吗？200，不可能，对，不可能呀，不可能！我就当超市吧，我就当超市哈，拜拜。我是，我现在去超市，你把地下那些扫干净哈，床头台的衣服把它洗了。你给老子等。还不起床，还不起床！俺九点过了，你还在睡？俺在像个啥子猪啊？你是个啊？啥子？九点过了。啊十二点过你还想睡觉啊？眼睛不要了是不是你？这才他9点过哈！管得起来我喊你睡觉睡。你是不是气质紧了？嘿，你注意自己的身份哈，婷儿，你平时都是对我的恶劣，快点，好嘛。去看一下他睡了没有？嘿，等等，还在耍？你看呢？我的天哪！咋子你？找不着男子睡的错嘛？我求你了，你赶紧送我去医院看。你才第二天，你想去医院？不可能，我跟你说，快点睡，晚安，么么哒。你给老子等着。耶，婷儿，要出门啊？要出门吗？你得换件衣服嘛，这么丑啊呀！丢我的真，快去换。这个可以了吗？不可以，丑，换。那就不换了。哦哟，我才得换几天你就不高兴了啊？那平时我哎，我出个门，你喊我换这个衣服，哎，这件衣服像个颠味儿，这件衣服像个街味儿。我啥子没有嘛？你是不是皮子紧了你？哎呦我的爹，一会儿哪次哪次讲了啊？讲过，我帮你换。我你腿，那我们丑，我丑为了穿你出去。你平时给我穿的衣服更丑，我都穿出去了。啊，兄弟，气得不恼火。来嘛，背个包包嘛。你看，非常的 international， 哇塞，我们家婷儿简直是太漂亮了吧？去吧，赶紧穿鞋，给你穿一下，逛街了。那你回来时候顺便帮我等一下，穿快一点哈。等到超市门口叫人回来，那个门口的收照片好重，帮我带一个。再找那个孙阿姨回来，就把我上次借给她充的钱回来，借了我半天都没还，有没有？哎呀，那个门口还在垃圾，带起走，有没有哈？不要凶我，你平时就是这个样子的哈。你放屁！你要收的钱跟你妈一模一样。他收钱了，你收的钱。婷儿，你信没有？婷儿，你醒没有？婷儿，耶，你醒了啊？啷子的？老子没醒得着你整醒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讲个好消息。啥子嘛？你今天不上班，你可以多睡一会儿。哼。地上了，哎呀，算了，天哪，喊你做过啥子事情，你想烂得不得了，都觉得我自己在这里，你喊老子就出来了哈，哎，看到你就烦。天啊，出来把桌子擦一下，啥子都指望不上你，还是都指望我自己来做，喊个事情，你想烂得不得了，你在飞呀你，我在飞，你像个猪儿虫，像一只猪儿虫，啥子猪儿虫，啥子猪儿虫，你平时不理解我是猪儿虫，我也不知道啥子猪儿虫，啊，我懂了。在刚刚今天我找了一下那件条纹毛衣，哎呀，说那些完全没得问题的。等等哈，婷儿，是不是这个嘛？不是的，哎，那个黑色的跟那个白色的刚刚。哎，找不到，啥子黑色条纹？我手都不得了。我们那边只是婷儿找不到东西啊，到哪里去就找到了哈？你在哪里找的？
干啥子嘛？从来都只有当妈的哄女儿哈，你这个女儿啷当的？你啷妈啷当的？你这女儿啷当的？你啷妈啷当的？你啷当的嘛？你看老子啷子当的嘛？你不要看老子啷子当的嘛？你看他你吹神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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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洗干净了嘛？你去把灶头开一下嘛。这个灶头全部都是水，你整的每次洗光了去啥子？洗都不怕的，洗得干啥子呢？注意身份哈，你好帮你洗。啥子每次洗完了不够洗，就干了就挂到那灯头去了的。这大白天我也不晓得你开个灯来看的，你是眼睛坏的嘛？你看不到嘛？这电费不要钱呐、啊？那就不干了，你来曲曲拱拱曲曲拱拱的，你来。我平时洗完的时候你都不没得曲曲拱拱曲曲拱拱的，不换身份你还晓不晓得自己你有好过分？咋的？那就走了，你还个人在没当吗？因为这个卧室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一样的。我没有钱。回去给你那儿打个电话呗，这么晚了都没回来。喂，爸爸，你好久回来呀？耶，他偷我？他偷你？嗯。你现在的身份干啥？叶老二，搞些啥子？你咋这么晚了还不回来？看看这还几点了？哪有像你这种天天出去喝麻将的嘛？如果你回来了吐到处是的话，我们俩连我是不得给你收拾的。我跟你讲，我限你半个小时之内到家。如果半个小时看不到你，那家就不要回了。是有点凶。你喊我学你的嘛？我喊你学我，又没喊你操过我。哦吼，糟了，完了，我看你也差不多完了。你可不可以不要看了啊，婷儿？啊，嘿，你看就看嘛，我的妈！耶，你还写了这么多本笔记，五本，我有点害怕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赶紧想办法，赶紧想办法。婷儿，来，我把你上次舍不得买的那个卖了，有毛病啊你！这么贵，那也退了。哎呀，妈的，给女儿买东西，啥子水水果果，好像私生活到底去了。但是这个好像是用我的钱买的钱、啊，你这都聪明，对不起，你要把钱包还了。阿童，还剩好多嘛？样子还多了呀。小今天开始用。你要来嘞？你管？好吧，老子明天再收拾。婷儿，对吧？我们下辈子真的交换身份了。不可以，外在，因为当妈太辛苦了。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，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。你有啥子？你再当婷婷儿嘛？滚！叮叮叮，不要太过分哈。捏完了我再给你。床不少有弹性啊，你坐你感受一下，是不是？弹性哈，这个被单也好看，大花大朵的。是个走小姑娘干啥子的花？专门从新疆去问，看得少热花儿，热不热花儿？你醒了？嘿，你醒了你不喊人，从小我就教你屋头那客人喊都叫喊噻，这一点都不懂事，你那消息咋子？过分了哈你，不这就过分了吗？小时候我在房间里面睡得相对不得了，只要有客人来了，你就把他们喊到我房间头来，房间一日游，叫个解说员强。一会儿介绍一下我那个衣柜，一会儿介绍我的床。还有我的锅饭，我刷住了嘛？好久，好久，好久没得好菜。大胡乱说，我大胡乱说，就是不想承认。我问你真的记不到了吗？老子记不到了，滚！真的，我觉得。晓得了啊，婷儿，我们家婷儿唱那个 A B C D 歌，唱的真好啊，刚学会的。来，不唱一个？唱不来。跳舞啊？你们跳那个舞嘎舞嘎，跳得多好吗？舞跳。快来快来数一数，儿子有新发，舞嘎舞嘎，跳啦啦啦。给老子等等！哦吼，老婆，来点点意思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早点起来，我可能帮你好办。Yes。你以为我出逃成功了吗？不，请看妈妈的视角。他在这里。天。嗯。妈妈妈，我们再来一起身份互换嘛！滚哈！哎呀，反正都无聊得很。你无聊，老子不无聊。明天换，明天换。妮儿给你发的红包。哎呀，可以啊！你那女儿才孝顺呢，我那女儿是新年办的红包，让你发一个。哪去嘛？新年快乐！哦哟，就一个哟，你女儿发的难我哟。再给你个嘛。
祝你身体健康。还是给你个好祝福，一人一个。谢谢小雨哈，刚给你的转笔就给他了啊！滚你滚，给我滚！滚你滚，姐姐。妈妈，你不要跟我了，明天还有身份互换哟。闭嘴。Tomorrow。哎呀，婷儿，我的天嘞，这么大了你还没有起床啊？你这新年八节的，你不要逼我打你哈你。起来，芝麻起来，我没事干的。没事干的，你看看你这个房间乱的跟个狗窝一样的，你起来收拾哈嘛。你个女娃的，咱妈还是注意点形象。来来来，你坐起来，来来，让大家看看你这个头发，几天都没洗了，你看看你跟个暴击破墙。你笑一笑。我跟个暴击破，你看看你才是个真正的暴击破。我强暴击破，哎，你不要转移话题哈，你想我发挥，那你继续嘛，继续，我都没心情掏你，我看到你都上火真的，早上一起来一躺就是一天，拿着个小电视在那里看，嘿嘿嘿，笑得个给啊给的，你看呢，用火水火了个顺啊顺的，你说你那二天老子家的拖油呢，你是不是皮子紧了你？我皮子紧了，你注意你的身份哈，身份卷了滚。耶，谢谢啦，婷儿，自己走厨房拿碗筷吃饭。你做那个啥子事啊？天天在那个屋头躺起，还有那个碗筷你都拿不稳，我硬是一天天把你伺候的才好了，是不是？你又去一些再见面？我再见面了是吧？你注意你自己身份哈，你不要遭老子逮到了就是。嘿，这下遭老子逮到了啊！你黑啥子黑？但凡你们两个有一个人来帮我拿一下，这个外甥他会落吗？我天天为了这个家忙前忙后，操了好多的心了，没人来帮我拿一下，还在那边笑。你笑啥子笑呢？这个上辈子欠你们两个的，两个女儿跟你笑的一模一样的，好意思笑？哎呀，看到你要上火。